思成，我好像做噩梦了。我梦到我有第三只手。是吗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。我应该告诉过你，没特别的事别来公司找我。我有正经事的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正经事？是这样子的，奶奶发现了我睡摇椅的事情。所以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当然机智的撒了个谎圆过去了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我们目前签的这个合约好像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。那你有什么高见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之前签的合约里是不是说了我本人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是一个独立且私密的房间，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呢，我只能睡在衣帽间里，而且呢衣帽间连张床都没有，只有个沙发，我就觉得对吧，我的意思是我们修改一下这个合约。你觉得合约不合理？其实我睡衣帽间可以，也可以，我可以忍受。那这个付款时间提前预支一笔费用，又缺钱了。顾歇歇，你到底是有多不努力，天天喊穷。谁说的呀？我这只是维护我的那个合法权益。身为你的甲方，我不同意。看了几天律政先锋，就觉得自己是律师了。尹思琛，你别走。尹思琛，我只是想要预支一笔，怎么了？而且我也没有多要你的钱，这是我应得的钱。我原来是喜欢主动的。你刚才送的汤是奶奶煲的吧？以后借花献佛也要提前做做功课，你应该还不知道，那是奶奶找人配的送子汤。东西啊，不是买的，我拿来退的。退货？为啥？这是当时尹思成送我们家的彩礼，我挑了一些我奶奶还没有拆开的，拿过来先卖了换钱。你们家那个烧钱机器又转起来了。算了，不说了，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些衣服已经超出了退换期限，我们不能为您办理退货。哎呀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你说我们买了这么多，肯定是 VIP 吧？ VIP 肯定有特权吧？八折，我们只要这些衣服全价的八折就可以。小姐，这是规定。七折，七折行不行？我们做不了这个主。五折，真的不能再低了。小姐，那这样吧，我去打电话问一下。西裳，谢谢。顾欣欣。冉小姐，这么巧你也在这儿？对啊，我们在这儿逛逛。对不起小姐，我刚问了总部，说不能为你们办理退货，抱歉。哎，小雅，都说了衣服大了咱们就扔了，对不对？没必要换的。对
正好我也要挑一下参加活动的衣服，一起逛逛吧。走。这谁呀？尹思辰的青梅竹马，要是让他发现的话，我们就完了。现在这样走这么突然很奇怪。那我留在这儿不是死路一样？输人不输阵，跟他拼了。走。小雅，你这不找事儿吗？我觉得这件还挺特别的哦，对吧？这件衣服的设计确实比较新颖，但是这种面料已经过时了。冉小姐最近没有看秀吗？几个大品牌都选取的这种面料做今年的主打款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这种面料如果搭配不好可能会显老。相比而言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经典款。这件会不会有点普通啊？普通？有些设计师总是自以为是，有的时候灵光乍现设计出的作品只适合平时遛遛狗而已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你说呢？你眼光真好，这件是经典款复刻，也是限量的，国内只有三件，这也是最后一件了。帮我直接包起来吧。等一下。这件衣服我要。你想让你疯了？输人不输阵，说我看你是不行的。可是我已经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，VIP 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吧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他确实可以优先购买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一件衣服而已嘛。你要是喜欢就买了。那冉小姐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看来只能出此下策了。这个2000，这个3000，这个500。啊？哎，姑娘，你肩上这个给我看一下呗。这个吗？对。你今天算是遇上我这个识货的了。这个啊，可是法国皮具师 Barrett 手工定制。我刚看了下，5金走线都不错，还是个稀有皮。我个人出价50000，收。不卖。嗯，至少100000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别人送我的，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卖这个。我再加20000，7万。7万我也不可能卖的。西西，你先问问看，我们能不能赎在这儿？到时候有钱了，我们再来把它赎走就行了。你现在急用钱，你想想。老板，这个包对我特别重要，我要是不急缺钱，我也不会来你这儿。你看我能不能先把包压在这儿，然后三个月内我肯定回来把包赎回来。3个月后赎回，可不止这个价了。没事，老板，不是这个价也可以。那我就先抵押在这里吧。嗯，行吧，谢老板。一定啊。顾小姐，奶奶吃饭呢。嗯，我送给你那个包包呢？今天怎么没背啊？是不喜欢吗？不是，奶奶，我看今天太阳太晒了，我怕晒坏了。那有什么呀，那个包不就是用来背的吗？坏了买个新的就是了。行，那我下次背。嗯，对对，听奶奶的啊。来来来来，坐下来陪奶奶吃点啊。哎呀，这么一大桌子菜啊，奶奶都吃不下了。奶奶，我在外面吃过了，您多吃点。西西啊，
下周啊，我生日，我请来了那么多的亲戚朋友们，到时候我孙媳妇儿一定要背上奶奶送给你的包包哟。下周啊？放心奶奶，我一定背您送的包。好，好像快来了吧。哎，差一点差一点。单总，这是公司的年度预算，看一下。你放这儿吧。这些文件都是需要您签字的，看一下，签好了放在这儿，我明天过来拿。走了。哎，那个，你再陪我一会儿呗。好啊。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公司的年度预算。我觉得这个季度我不太想跟你聊这个。那你想聊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上一次你追问我策划部经理的事情，人事已经给了几个预选名单，你看一下，我觉得这几个还不错。我手痛，你念给我听。想得美，说好了自己看。不，单手还能玩乐高啊？哦，这些乐高都是我之前拼的，这个也是我让阿姨拿过来，我想看看。哦，之前我也喜欢玩这个，但是都没货了，就没买到。要不我来帮你拼拼试试？哦，好啊，你拼，我在旁边看就行了。好，你教教我吧。哎，不，这个不是在那儿。这个不在哪儿？不是，那个不对呢。我坏了。你手什么时候好的？啊，对哦，我手怎么就好了呢？吃乐高真神奇啊，一下就把我的手治好了，妙手回春。明天回公司开会。好的。你这几天就吃这个？哦。那你是在沙发上睡的？我家这么大，我睡沙发上最安心了。你不会是想说你怕黑吧？不是，我怕打雷还有下雨。小时候我爸妈他们做生意不在家，就我一个人，一到打雷和下雨我就特别怕。那个时候我就会跑到沙发上，把被子盖得好好的，缩成一坨，电视打开，这样的话有声音有光我就没那么怕了。饿吗？美味，太幸福了。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。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家娜娜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好啦，一碗泡面而已。那不能啊，这可是你做的呀，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哎，我来帮你。你自己洗吧。不，刚才我是什么？我就算挤上去了，哎，一下又能怎样？怂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您慢点。你好，哎。张总，一会儿你陪下我。好久不见，张总好。一会儿聊。哎，哎，奶奶。
奶，干杯！你可算来了，奶奶都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，奶奶。西西，她是薇薇，你们两个在婚礼上见过面吧？嗯，你好，我去跟我的老姐妹们聊聊天。嗯，好，聊吧。哎，你们也来了，姐姐你终于来了，来坐坐，来来坐坐，去顾小姐，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尹太太。冉小姐，我合不合格好像不用你来说吧。作为思辰的太太，你应该多跟他们交流，或许有一天能用你的人脉关系帮到思辰。是的，来。冉小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女人可以夺走属于我的一切？冉小姐，什么叫像我这样的？好啊，敢证明自己吗？有什么不敢的呢？跟我走。嗨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思辰的太太顾西西。你好，顾小姐，之前在哪儿读书啊？哈佛还是剑桥啊？我是学设计的。哦，那一定是哥大、斯坦福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或者是 UCLA 或者帕森斯。我是在江北设计大学念的。哦，也是国内很好的设计学校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出过什么知名的设计师，不过相信以后会有的。哎，西西，你身上的衣服很有设计感的。谢谢，这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开个人的品牌店，现在和朋友开了一家淘宝店，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我的设计。就等你呢，奶奶。大家好，奶奶，思辰，快乐，好，欢迎大家过来给奶奶庆生。思辰，这次准备送给奶奶什么礼物啊？您之前不是说那两套睡衣穿得不舒服吗？我请霹雳从意大利挑了一些面料，专门给您定制了一身。这个是 CI 的设计师设计的，是我专门推荐给思辰的。哎呀，这个礼物送完了，那我们还怎么送嘛？对了，顾小姐，那你准备的礼物呢？这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，请。啊，这是我送给奶奶的礼物，是叫什么礼物吗？对啊，这么寒酸呢？今天好歹是奶奶生日，你送的也太敷衍了吧？奶奶，之前呢，看你吃饭总是没有什么胃口，然后呢，我就找医生，特意精心的搭配了一些蔬菜。然后给您腌成咸菜，这样奶奶吃饭就可以有滋有味了。太有食欲了，你真是奶奶肚子里的小蛔虫哦。奶奶，好像是挺合适的，但是这个礼物未免也太……她是尹家的女主人，送什么都是合适的。况且礼物只要奶奶喜欢就可以了。从来都不是用价值来衡量。奶奶，我那天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包包，跟你让我帮你去设计的那一款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就想着凑成一对儿，好事成双嘛。一模一样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那个包是我亲自设计的，全世界也就那么一只啊。老板，你手上那个包我要了，这包可贵了，价格随你看。行。西西，西西啊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西西，西西来嘛。这什么叫来他？这奶奶，西西啊，你快去把我送给你那个包包拿来，让大伙看一看。一会儿看他拿什么包出来。等着吧。说不定拿去卖了。就是，这次又要出丑。
谢谢。太丢人了。奶奶，奶奶，啊，包在房间里呢，我陪西西去拿一下。哦、快快快，快去！说吧，怎么回事？真的包怎么到冉希薇那儿了？房的不错嘛，哪儿来的？你真的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包啊？今天无论如何要做出来。奶奶的生日晚会上，如果看不到我背她，一定会非常伤心。包是我自己做的，真的包，真的包我卖了。老板。我那包呢？卖了呀。什么？对方给了我一个我难以拒绝的价格。你这老板，好，你还挺诚实。一会儿出去，我主动跟奶奶吃醋。顾西西，看来你不仅爱钱，也同样是个没有同理心的人。今天是奶奶生日，你打算让她记住这辈子最难忘、最受伤的一幕是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，我来解释。这笔账，我回来再跟你算。西西，快快快！奶奶，快拿来我看看。是啊，没错，西西，这就是我送给西西的包，没错。你看，不对啊，奶奶，怎么不对啊？这两个包的颜色不一样。是啊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嗯，还真不一样哎。颜色不一样。奶奶，我来替你看。嗯。这两只包确实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不一样。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呀？哪个是以假乱真的赝品啊？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找一个鉴定师过来鉴定一下，一号弄清楚怎么回事。不必了，是啊，奶奶，这两只包都是真的。啊，都是真的。现在的设计师在做成品之前，都要先做一个样品，然后把样品的一些细节修改完善之后，才会做成品。这两只包就是这样的关系。哦。原来如此啊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对不起啊，奶奶，是我的问题。这个包是我让 Barrett 帮你做的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别了，别麻烦人家 Barrett 了。这种事情传到人家耳朵里头，就是个笑话啊。七薇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今天是奶奶的生日。不要变成什么名包鉴定会了。是，对不起啊，奶奶，都是我考虑不周。微微，谢谢你的一片孝心，这个包我收下了啊。让奶奶给大家切蛋糕吧。哦，切蛋糕喽！来，走，切蛋糕去。谢谢。娜娜，你这么多年一点没变。你也没怎么变。我不行啊，都已经老了。娜娜，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这啊，正好我来介绍一下，方总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 CEO 尚科。尚总，这位是红木投资的方明，方总。你好，尚公子，久仰久仰。你好。我看你们挺熟悉的，认识很久了。何止熟，我跟娜娜认识很久了，想当年她差点成为我。方总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方总您说笑了。
不，你啊，坐。开始。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步入今天的主题吧。听说你最近正在找工作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，只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整理好了发哥。走了，娜娜。嗯，下次见。再见，山公子。嗯，再见。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穆总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跟他关系不一般？就全公司的全都是。前公司的前同事难道就没有一丢丢的一丝丝的前男友？走了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我讲话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也不是我想的那样。你想象中的我是什么样？我说回我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你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。之前又是送汤又是改合约，我没同意，你就卖了老太太送你的礼物。卖礼物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，但是我是有苦衷的。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想听，听了你也不信。强词夺理，还不就是为了点钱？尹思辰，你又没有挨过饿，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我要休息了。妈妈对不起，奶奶对不起，这才结婚几天呢就吵架了？没有，奶奶，是我惹他不高兴了。西西，你一定帮我照顾好这个皮猴子，他呀有时候就是脾气太臭。奶奶，奶奶，一会儿您有时间吗？我想跟您说个事儿。奶奶，我吃完了，先走了，跟我来一下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顾西西，你如果要是找奶奶解释的话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。第一，会让她伤心；第二，她会怀疑你我的婚姻。所以，你如果真的心怀愧疚，就多花些时间好好陪她。老师，嗯，怎么了吗？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嗯，顾
顾老师真的来检查咯。啊。嗯，莫同学，我不得不说你真的非常有画画的天赋。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有聂西大神的原画？我那个我该不会你是你是聂西的粉丝吗？哎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啦。虽然说你是一个总裁，但是你喜欢少女漫。也合情合理的吧，对吧？嗯。而且聂西大神画的这么好，故事这么精彩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的呢？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。这个原画是我托我出版社的朋友帮我要的。原来咱们俩都是聂西的粉丝啊。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，你怎么弄到他这个原画的呀？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啊。嗯，不用了，我怎么可以让聂西大神的原画跟着我一起受苦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尹思辰他肯定不喜欢。哦对了，聂西大神的单本马上就要发售了。也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开签售会，我真的好想好想看聂西大神一面啊。那如果有的话你会参加吗？那我必须是风雨无阻。哦对了，那你现在跟尹思辰结婚，你还要经营网店吗？嗯，要经营，但是其实最开始开网店的初衷就是为了开一家自己的设计师品牌店。嗯，但现在好像只能想想。这样吧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要请你帮忙，想要请你们设计我们公司的工装，而且成衣也交给你们做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学长，那太好了，我要赶紧记下来。记手上了。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昨天挂完电话之后，我就开始着手调查。顾小姐应该是把那笔钱转给她的母亲，用于支付洗衣房之前拖欠的房租。我记得结婚前我让你给了他们家一笔礼金，这笔钱应该足够他们支付房租了。根据我的调查，那笔礼金应该是被他的奶奶跟爸爸瓜分了。他们家的情况有点复杂，需不需要我尽快跟进一下？不用了。对了，有件东西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下。这是我参加酒会那天，嗯，超车。那我先回去了。等等，为了防止顾西西再搞出什么幺蛾子，你去查一下他们家洗衣店房东的联系方式。好。喂。喂，思辰，出事儿了，我出现情敌了。那个娜娜的前男友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怎么说？就两个人谈了两三年，本来都谈婚论嫁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分手了。三年突然分手了，为什么呀？别人的隐私我怎么知道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男的出轨了。天哪，他那么可爱，他居然出轨。啊，这个是你超我车然后导致我车被撞了的那个维修单，你赔一下。太过分了吧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五魁王，你来了，请坐。好。莫先生今天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林小姐和西西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吧？哎，果然不是因为我的魅力。嗯嗯，没事儿。那个，你是有什么想打听的吗？西西
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需要钱？这你都知道？那你能和我说说吗？啊，行吧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吃吧，吃吧。啊，这个时候你不是要拿出一大堆东西来收买我，然后我就半推半就的，我就都接受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跟你说了。啊！我逗你呢，我本来吧以为你是一个成熟型男，没想到是个呆萌大男孩啊。林小姐，就别逗我了。看在你这么关心我们家西西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吧。出什么事了吗？那混蛋是不是又刁难你了？不是的，是好事情。我们这排商户呀，被另外一个老板买下来了。他看我们都是老商户，所以就答应要半价租给我们，而且不收押金，月底付房租。你给妈妈的那些钱呢，都退回来了。明天我去银行就打给你，好吗？有这种好事？那老板简直就是天使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所以你放心啊，我们俩要开始转运了啊。好了，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先挂了。小雅，你花这么好见谁去了？你知道我今天跟谁去吃饭了吗？谁啊？莫子欣。莫学长，他约我的，不过是为了你。为了我什么呀？就是他看到这个月我们店一直在卖二手，就问我怎么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说了，把你妈妈店的事跟他说了。你一顿饭就把我卖了？人家那是关心你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发现他真的太可爱了。我回头再跟你算账，挂了。拜拜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对，不像是接受报答，不过是件小事，不客气。也不太好，会不会打击他的自尊心呢？又显得有点陌生。喂，学长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
相爱需要彼此的光和爱。